失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小编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痛彻心扉，好在小编熬过来了，现在一样过得很 happy。 那么小编就以个人经验之谈向大家说说如何怎么走出失恋，失恋了怎么走出来，一远离曾经和他在一起的情景和场合，以免触景伤情。二，有人认为只要想到他的不好就会增加离开的力量，其实用极恨是无法忘却别人的，真正的忘怀是自己要云淡风轻，不要留恋一些是非对错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关于他的都不要去想。三，清理生活，把属于他的东西收拾整理，放在平时难以触及的角落，或者都扔掉，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重新建立生活秩序，摆放自己喜欢的植物、图片、物品，经营好自己的生活，会使你短时间恢复自我信念，恢复生机，更加自信面对每一天发生的事情。这点尤其重要，因为你只有回到了自己的生活，主宰你自己的步调，做回自己，你才可能远离想念的心情。四，关心一下父母，因为父母的无私的爱才是最光辉的，它一定可以使你确信一些更加实在和珍贵的东西被你忽略了，它让你觉得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就在身边，让你回到被关心被温暖的时刻，重新得到生活的力量。五，和好朋友去玩，一起和他们享受生活，会让你忘记许多不快乐的时光的，但你不要对朋友要求帮助你忘记过去和倾诉悲苦，那只会留给他们以后提起那些故事的线索。六，大方接受身边的关心，你会发现其实许多不错的人，他们一样可以为你开启美好的未来。七，专注一件事情，让他占据你的时间。有朋友失恋后把道德经背完就走出来了，也有靠通读资治通鉴走出失恋的牛人。八，如果实在忍不住悲伤，那就不要犹豫的去哭吧，不要克制，允许自己全心全意去悲伤，只是要有时间限制，时间到了就全心全意去做别的事情，这也是一种活在当下。九，独自去旅游，刚好失恋了，反正也没有心情工作，不如请个假出去旅游一番，同时也给自己放松放松。女生不要只以男人和工作为中心，偶尔要给自己的心情放个假，女生要学着放弃一些依赖的嗜好，坚持能不依赖就不依赖的原则，就算没有好友，没有男人在身边，自己也敢独自背起行李去远方，看看那边的天空是不是更蓝，那里的男人是不是会更好。失恋了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三条腿的青蛙不好找，两条腿的男人还是一大把的，所以还是先出去好好享受一番，其他全都见鬼去吧。10，可以加入一些失恋小组，一起吐吐苦水，这个仅限于你刚失恋特别痛苦的时间段，看看别人的痛苦，你会明白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，看看已经走出痛苦的前辈，你会看到你的未来。11，适当的接触下自己的追求者，或者曾经很仰慕自己的人，听他们讲讲对你的欣赏，可以修复一下受伤的自尊心。一个人感情受伤的时候，自信心往往会受到严重的打击，价值观可能也变得混乱，甚至丧失继续生活的勇气。别人的欣赏可以迅速的修复这些伤害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不要跟人乱玩暧昧，不要利用别人的感情，更不要在伤未痊愈之前再投入恋情。12，祈祷，我那时候读一篇关于失恋的祈祷，真的很棒，慢慢的就可以原谅他了，伤痛也减轻了。13，找闺蜜聊天，好闺蜜就像好男人一样难得，最顶级的闺蜜是在你想提到这个男人时，他不厌其烦地听你倾诉，为你分析，劝解你，安慰你，阻止你的错误行为，而在你不想提到这个男人时，他也不会用他的最新消息来打扰你，他站在你的立场上，既知心又贴心。如果你失恋的时候没有这样的闺蜜在你身边，那你就该明白，你缺失的不仅仅是爱情，该给自己培养一个好闺蜜了。14，
学会接受现实，当一切已成定局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，你可能会苦苦哀求，也可能默默等待，更有的人自暴自弃，这无疑会让你更加痛苦，也可能会伤害到身边的人。痛苦只是一时的，而人生还是漫长的。15失恋别急着找替身，大多数人本着失恋后的好胜心，希望对方看到自己过得更好，后悔与自己分手，而这对于醒来者是不公平的。不要为了寂寞去恋爱，时间是个魔鬼，天长日久，即使不爱对方，到时候也会产生感情，最后你怎么办？祝福16，祝福你的另一半，只有这样你才会真正的放下，让自己以后的路不会过多的受其影响。尽管很难，但是现实就是如此，不管你放不放得下，结果都不会改变。做勇敢的人，让自己的坚强振作起来，更好的迎接以后的生活，找到生活的真谛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爱情。失恋了怎么走出来，你现在知道了吗？